香港迪士尼乐园开园大吉。今日亚洲的第二个迪士尼乐园正式在香港开幕。六年前，特区政府用了九个月，即同美国迪士尼公司达成协议，再经过行政立法会通过，拍板在香港兴建主题公园。位于竹篙湾，占地126公顷的主题公园。由特区政府和迪士尼公司组成的香港国际主题公园有限公司共同拥有，香港政府占57%股权，迪士尼占43%。在过去几年，政府总共投放了224亿公帑，包括注资32亿、贷款56亿，另外用了136亿起基建和其他配套设施。迪士尼公司只需要投资24亿，另外向政府和商界贷款80亿。相对政府投入的200多亿，迪士尼公司只投放了大约1/10的资金，就拥有43%股份。迪士尼呢就跟香港政府争盘的时候是1999年，当年呢香港的经济就比较差，刚刚在金融风暴之后，就香港政府當時似乎就很想沖起，但是我們不免要問它是否比較能夠利用香港急於這個即要沖起那種心態，在99年急於沖起那種心態就按住香港政府來劏。整個迪士尼公園的投資裡面，絕大部分錢是香港政府的，甚至迪士尼的投資都是我們用公帑來貸款給它的，所以他實際上付出很少錢的時候，但得出來的效果就會很大，而個效果不會體現在香港，不會體現在迪士尼的工程裡頭的，甚至今次有可能問題的，因為為了投資不是太多的時候，因為整個迪士尼員工主題公園的規模比較小的，是所有的迪士尼主題公園規模最小的，但是他作為一個據點，作為宣傳，作為他去散發和買賣他的產品的時候作用一樣的，所以對來講就變成最低成本來達到它最大的利益，但這個利益香港政府或者香港社會是分不到的。政府投資在迪士尼樂園身上的其實遠遠超過帳面的224億，而且為求工程準時完成，更不惜打破慣例。根據審計署2003年10月發表的報告，政府為了加快收地，沒有進行深入的勘察，就收回竹篙湾船厂的地，结果政府事后要花4亿5千万清理入面3万立方米受到异恶英污染的泥土。审计处报告同时指出，2000年政府为竹篙湾第一期填海工程招标的时候，仲进行紧环境评估，结果填海工程中标的承建商以标书内容和之后才签发的环境许可证不符合，申请索偿，政府出资额外要支付2.7亿给承建商。另外填海工程引起的黄泥水污染竹篙湾、马湾以至附近的养鱼区，政府总共赔了3000万给渔民，而马湾80多户渔民部分要休业2年。一般人咧睇到個迪士尼做好咗之後咧，吸引好多人嚟啦，政府又揾到多錢啦，同埋啲商鋪啊咁都揾到多錢啦，但係就唔知漁民個困苦嘅。而家呢啲水質都好咗噶啦，喺第一期嗰陣時仲犀利啊，整個海咧淤色嘅啲淤泥，全個海都差唔多死水咁咧，就見過有死魚、鱸魚啊、烏頭啊、鯉魚又見過。黎德全在马湾经营鱼排20多年，他说很多渔户都是在第一期填海工程进行之前半年才知道，结果个个都失晒渔船。
佢冇話俾我哋知話幾時開工，咁我哋為咗生活起嘅，梗係要落預苗噶啦。咁例如我落咗1000條嗰啲俗稱係龍等仔啦，又名佢花尾啦，成40-50元一條，我落咗1000條，死剩幾十條。地鐵公司亦都為咗配合迪士尼樂園嘅落成，動用20億喺東涌線加建欣澳站，又特別起一條迪士尼專線作接駁之用。下一站欣澳。馬灣漁民黎德全話：土木工程署2-3個月前向佢哋表示，會喺欣澳再填3公頃嘅海起迴旋處。佢話覺得好無奈，即係好似做無了期咁樣，幾年又做一次，啱啱啲魚回復期，到時到河佢走翻翻嚟時間，你又做一次，即係永遠都好似趕住咗漁民咁樣咯。報章成日提到我哋注資咗，譬如200億咁樣計啦，但係諗過為咗佢填海咧。為了去填海之後要處理很多東西，要搬很多東西，另外為了他要建一條鐵路，條鐵路迪士尼沒有付錢的，是政府注資到地鐵付錢，為了他我做這麼多這麼多的配套，而那些雖然我沒有付實際上的現金，但在經濟的角度呢，這個叫 payment in kind， 即是用個形不同，不是用資金的形式去注入了一種資本，這個資本是相當之巨大，而在過往即香港政府所有的歷史裏面，從來沒有試過為了一間公司而改變這麼多政策要配套它。迪士尼樂園首年啟用之後，參觀的人數可以達到500萬人，15年之後會達至飽和的容量1000萬人一年，在40年裏面估計可為香港經濟帶來1480億元的收益的。大陸都應該有很多人會肯下來玩，或者香港都會有很多人會去這個迪士尼那裡。不可以依靠迪士尼一樣東西的，我們香港即有很多因素，好像即不可以靠一樣東西去，香港不是那麼差到要靠迪士尼呢，講真句是不是先。6年前政府出錢出力，希望將美國迪士尼搬來香港，借助外国名牌吸引旅客，但是香港另外有一个28年历史的主题公园海洋公园有困难，面对老化，面对迪士尼的威胁，政府就没有作出任何对策。When I first came here, I accepted the chairmanship, and I first came here, you know, the government at that time had no idea what to do with Ocean Park. Disney was coming, they had no idea, should we open it?Keep it open, should we close it, should we move it? There was many, many, many stories, many suggestions going around when I came in here. 盛志文，2年前义务出任海洋公园的主席，他想尽办法迎战迪士尼，包括经常推出新的项目，免费送飞给内地旅客，提供折扣给本地游客。今年他向政府建议集资55億进行扩建，但政府仲未落实批准。It was a special meaning. Ocean Park was born in Hong Kong, made in Hong Kong, a Hong Kong product. 怀旧啊嘛，即系我个女喺个肚度驮住又嚟，即系怀旧啊，成日都。行下啦，有假期嚟啊，玩下啦。5歲就嚟噶，加埋咧就嚟咗都數埋都有10次噶啦。我細細個五歲，由細到大都會嚟玩嘅。盛志文認為香港應該發展本土特色嘅旅遊點，先至可以吸引遊客，唔應該只係依賴引入國際品牌。20多年前，盛志文開始喺中環蘭桂坊發展餐飲同埋娛樂事業。吸引遊客光顧，而家從蘭桂坊到 SOHO 一帶已經發展成為旅遊熱點。I believe that people really want to see what brought you to this place, and I think that's an area that I think Hong Kong people maybe or the government maybe tries too hard. They try to show Hong Kong as you know as something that it really isn't. We're not that cultural. We're not about Broadway shows, or you know, at this moment, we're not.
But we have our own unique skills. We're great at shopping. We have a lot of areas in Hong Kong that tourists love to come and see. Many of the areas, I blame a lot of the Hong Kong developers. They've torn down a lot of the beautiful old buildings with character and replaced them with ugly curtain wall buildings. It doesn't have a soul. An area like this must have a soul. If you want to be unique,有彈性咁樣調整，有幾多人可以入去個主題公園度玩嘅？有關嘅公共運輸運服務嘅運作咧，係大致上係暢順嘅。入境處咧就調派187個職員咧，就去各個口岸咧去增援啦。喺有需要嘅時候咧，會實施一個人群管制嘅措施，同埋加派人手咧。是務求在一個安全和有秩序的情況之下是作出這個人群管理。特區政府投資在迪士尼樂園的金額遠超過帳面的224億，六年來政府和迪士尼公司一起為這個夢幻王國悉心營造歡樂氣氛。路政署破天荒批准將商業機構的標誌放在指示路牌上，將遊客引入這個夢幻樂園，不过就动用了900,000公帑。为了营造开心的气氛，运输署也都特别容许乐园采用紫色的路牌，帮手建立一个欢乐的城堡。欣澳是游客去迪士尼必经之路，旅游事务专员向地政总署提出要求改名。政府諮詢過地區人士之後，在兩年前正式將欣澳改為欣澳。在迪士尼樂園開幕前5個月，立法會經濟事務委員會將5年前已經通過的船舶及港口管制修訂規例向立法會提交生效日期。由上個月開始，迪士尼上空和附近海面會劃為禁區，禁止飛機低飛或者船隻停泊，確保遊客同樂園不會受到其他視覺和噪音滋擾。政策可能有一個傾斜嘅，因為咧點解傾斜就是、因為迪士尼咧好似感覺上咧製造嘅氣氛咧係一窩蜂話好嘅，即係好驚咧迪士尼冇旅客咁樣樣，係咪應該咁做呢？我就好反對，因為而家政策上咧係向迪士尼傾斜。政府不惜公本投资兴建迪士尼乐园，期望能够吸引更多游客，带动香港经济增长。旅游业咧嘅附加值咧系比较低嘅，喺香港传统嚟讲咧，最主要咧唔系呢啲咁嘅低收入嘅消费，反而咧最重要咧系商务旅客。呢方面反而咧我哋赚钱多，同埋咧佢衍生嘅其他嘅经济利益会大嘅，譬如话会展带来好多生意。譬如話商務談判咧，帶來外國企業嚟香港，帶來香港好多嘅服務行業，譬如話律師啊、會計方面嘅收益。但迪士尼園咧，就只係集中咧係賣迪士尼嘅產品，同埋個別嘅少數嘅食品啊，或者係嗰啲消費嘅嘢嚇。總體嚟講，衍生嘅利益係好細嘅。有學者指出，政府呢個投資咗超過200多億嘅項目，對香港其他行業未必起到帶動嘅作用。傳統嚟咧，我哋好緊張工業嘅原因係咩呢？因為需要工業嘅話咧，就事後需要好多服務嘅配套，譬如財務啊、金融啊、運輸啊，好多嘢都要配套。而事前嘅咧就係向前，譬如啲原材料啊、嗰啲基本嘅加工都要服務。咁所以有間工廠喺度咧，前後咧我哋叫 linkage effect， 因為羣帶咗好多行業都會發展。開咗60個班次去直通巴士去呢個迪士尼樂園啦。呢啲人送咗去迪士尼之後，跟住第一件事就會玩完之後就即刻翻去內地噶啦。咁即係話聽中間過程裏面得益嘅都係間巴士公司，而前後嘅 linkage 咧係零，咁所以對個經濟效益就會比較上低。我就比較保守啲，咁因為我哋呢啲手錶嘅嘢咧，都係高啲嘅消費咧，
那個增長不會很大咯。可能他們在數字上會有那麼多人來，但是、真真正正、在香港消費而是多少得益呢，我就不敢說，但是迪士尼就一定有咯。幫助當然會 有很多的啦，即起碼他們即 起碼有個景點來呢，啊，咁咪會消費多啲咯。我買啲手錶啫，同埋啲手機咁。手錶、手機會用幾多錢？冇個數嘅，睇下個心水咯。買咧化妝品，還有 LV 的包，就是鞋這些。誒，花了多少錢？我大概花了10000多吧。真正香港人袋到落袋嘅，應該就有幾多利潤？咁我如果嚟到香港，譬如嘥100元買一個手袋，那個手袋係喺外邊係用啊，譬如話70元咁啊，咁運入嚟嘅，咁你香港即係真係真正賺嘅就係嗰30元啫，一定要將呢啲數咧計清楚嘅。迪士尼開幕，多咗人買佢哋嘅嘢 ，hit 乜嘢嘅就買乜嘢咯，但係始終都係一段時間咯。帶動都會有，一定有咯。帶動就，但係就幾多我就唔肯定啊。因為我諗我哋大約多咗30%到啦。咁從我諗佢有自己有嗰個 standard 標準，都會 measure 個 air pollution， 咁應該會有得即係咩有規格啩，係咯。Hope so. Wow. This is everything. So beautiful. 環保署批准迪士尼樂園每晚放煙花，創造美麗繽紛的童話世界。但是現實世界裡面，住在附近的愉景灣居民有部分擔心會影響空氣質素，甚至產生噪音。容永常，離島區區議員，他說迪士尼放煙花對愉景灣的居民有沒有影響，要視乎風向。上個月風向多數吹南風，但到冬天的時候轉吹北風，愉景灣肯定首當其衝。經過詳細考慮到迪士尼給我們的報告，這個報告是滿足到有關法例的規範的。咁如果嗰、那個監察到嗰個數據顯示佢超過咗行動水平咧，咁迪士尼亦都要考慮去調校佢嗰個發放煙花嗰、那個情況啦。我諗一定會積聚咗呢啲有害物質嘅。咁如果佢特別係吹呢邊嘅咧，咁一定會吹到過嚟愉景灣，因為其實好近嘅就係你眼望見。雖然係每一晚好精彩啊，但係本身愉景灣居民應該有咁嘅警覺性，要多啲關注咯。政府有個政策係要發展旅遊，呢樣我哋係支持嘅。但係作為一個政府，我覺得佢係要站響平衡嘅立場，響發展旅遊之餘，亦都要顧及到當地居民嘅睇法，特別係如果對佢哋健康有影響嘅話咧，我覺得更加需要保障他們的健康和減低他們的憂慮。在這件事件裡面，我覺得政府的取態就不是那麼中立。在短短8日內，迪士尼樂園連續兩次要求食環署衛生督察在執行職務的時候除帽和徽章。食環署表示會尋求法律意見，考慮向迪士尼提出檢控。財政司司長唐英年身兼迪士尼督导委员会主席，负责监督工程的进度和开支。他重申迪士尼并无特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非常之欢迎迪士尼来香港投资建迪士尼乐园的。但是呢，在建造迪士尼乐园的过程当中呢，没有人是有特权的。所有人都是在法律面前一致和平等。香港迪士尼乐园的面积是全球最小的一个。两年半前第二期填海已经展开，比预期提早了7年多。学者认为政府需要认真研究，小心处理。迪士尼的运作是需要不停投资的。
而因為佢開始規模已經少噶啦，所以投資有個時間咧會加快嘅。所以譬如而家已經開始要做第二期啦，就換句話就係而家原來有二百幾億投資落去嘅時候咧，可能喺幾年內咧可以擴張一倍以上嘅。而因為咁樣嘅時候你整體嘅收益係唔會同樣按比例增長咧，抑或唔係按比例增長咧？啊，而事實上，你一個迪士尼嘅公園嘅玩嘅遊戲之類咧，係更新替換嘅，更新替換就等於冇咗噶啦，等於折舊冇咗噶啦。而呢度過程中會唔會衍生額外嘅利益呢？所以我覺得就係呢千幾億咧，如果政府咧係願意嘅，應該係好詳細列出嚟，列出嚟咧，我哋按頭先所講嘅假設因素嚟再重新考慮咧。可能是得不償失的，或者至少咧咁嘅錢擺咗落去咧，可能擺喺另一方面咧個得益更加大。睇翻迪士尼喺其實唔同國家個影響咧，其實得益最大嘅係迪士尼，唔係當地經濟。咁所以呢個我真係要認識清楚，所以我就建議政府喺呢個時候應該全面評估迪士尼嗰個經濟效益，尤其是當迪士尼仲有第三期或者第四期發展嘅時候咧，諗清楚係咪應該幫佢做咧？唔好咁一窩蜂啦，即係唔好而家勝利衝昏頭腦，佢嚟就一定好，呢個真係好幼稚啦。